哇，哇，漂亮，这都是你们俩？哦，是那个老人家喂的吧？是你喂的老人家？哇，这个狗人高不高人了？看下不？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耶，这是个狗，我看着呢，这怎么没有肥了哈？冷了哈，这些有没有？耶，我看着呢，看着呢，看着呢，对，我看着你的风味的好不好啊？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厉害厉害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很不错，好好好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很不错。这些都是糖。哎，还有糖还有糖哈，还有糖哈。哎，我晓得我晓得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你喂风喂了有好多年了，老师傅。我这个原来在喂草了，我就有十多年了。喂十多年了吗？哦，这个是老石桶哈。上面是养的新石桶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你总共养了好多桶哦？现在只有十几桶了，原来六十几桶。哦，总共就是这上面这些啊，和这里放在这个团转这里哈。哦，可以，这些养殖都让你放了。你等于说，一边放羊，一边这样子养蜂，还不错嘞，不错。一年这个卖蜂子卖到好多钱了？卖过多，我们这些都没拉出去了吗？一年我总共有好多桶啊，二十几桶啊。现在只有十几桶了。只有十几桶，取没取得到两百斤不？应该不止。没得斤，今年得几百几十斤，上春下取得下半年取得没取？你卖糖卖好钱斤了，一百五买一百哦。两百我们也卖两百块钱斤，你还卖两百块钱？但是最关键是都是熟人了，我们这里。但是最关键是卖得脱不？卖得脱，只要有就卖得脱。我都想卖得脱哈，耶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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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卖两百块钱斤，像我弄个酸那个糖啊，可以不？我酸那个糖啊，这个够高人不？我看嘛，我看一下。烟不是，这是好的。你结晶没有？结晶没有？没有结。我看下来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对我们喊这个老师傅哈、他的蜂蜜拿给我们看一下。你看他这里差不多养了有十多二十桶。不要把我们的相片都给。我晓得，没有，你放心。你放心。你弄儿放出去，我本身有病，我吃低保。我晓得。看我晓得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不，你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买两百块钱就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，漂亮漂亮。哇，你这一桶蜂应该很多，这桶哈。大桶应该多少？哇，看起好漂亮。哇，都是这种哈。这种都是不好的钱，我跟你说。你这种是往年的还是现在取的？今年呢，就是。投刀。要的投刀，没有封盖那些这些。哦，这些我们有卖。哦，这种哈，这是水蜜。你就把那瓶提出来看。对，没有。那瓶。没有，我给你打个广告噻，有人买的话来找你噻，是不是哈？我那个从巴山有关了，啷个嘛大的？对，我看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蜂蜜到底好不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有光根的嘛都。大官，不错。啊、有灯。拿来，你是放在那个冷柜里面的吗？不用，不用冰了哈。对呀。哦，卖光了，等于说卖光了哈。对，都是人家老对，按道理这是应该结晶才对呀、哈。对呀、那个得看你是哪种噻。有些颜色，那个是黑的哦。哟，这种看起漂亮。我来看一下，喊这个大姐打开看一下。大妈，你可以说是吧，大妈是你。哟，我是我同气不开。来吧，你按到去。筷子敲你的上嘛。我看到去你们这个马路，就是这种。就是这种，看你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不像你。对，我晓得，看你很漂亮，还是可以。但是我看到你很多不是那个要结晶嘛，那个不结晶呢？我们这种，不结晶哈。看你不结晶，我不是说有些蜂蜜看起来是完全跟那个锁住也是一模一样的了吗？那是真的假的？那种不是假的很，是那个是啊，没人。那会烫呢？
我就是说那个那个结晶呢，它就是那个微糖的。哎，这个它有点是有点带酸，有点带酸味儿哈。哦，你是纯粹上这种白糖的，它就是它还有一个起的嫩，我就是起的老的老。嗯，这种是你是会摇的是吧？不，我那个剥下来捏子，剥的捏子，那个没孵蛋的成了，把它摇了，摇了好多温厚了才孵起蛋的，都把蛋削了才摇。我等于说要两侧先把水面摇了之后，这是尾后跟它刮下来，是可能跟它弄个软的哈，这个意思吧？叠的，我叠的哈。哦，再看这个颜色，看这是还是很不错，还是很不错。哇，你们卖的是200块钱一斤？啊，这斤200块钱一斤呢？哦，我们一般都是熟人了，要我都是熟人了。我那个。你反正意思上说的话，一年还是很好卖，还是好。我的养，我们那房没得那个了的。包括是糖一下，我养殖一下，我们养殖，都要比那些，稍微卖要偏高点，因为我们这里要顺路的。对，马路边上。原来顺路，原来我们那东西又顺。嗯。我是在外面。养殖以后，我们没有，都是放养。啊，圈地啊！你是关养圈养，放养，你人家说的嘛，爷，我走你手指路走一下看，人家底下是草草都没得，跟你绝对是放养。对。把我一弄上去，伢去，草。对。他就是。对的，那有些你是割草喂和以往的不一样哈。是哦。对，不错。对，不错。没有，我看到今天这个地方我已经疯子孙，我来看一下。那怎么样？因为我想养蜂子，我想养蜂，所以我就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。蜂子还是这个要到这个松下哦。像这个你看，如果说是你的新式蜂，不管是哪种新式蜂，还是很不错。那你眼帘的话，应该卖到10000块钱不？好不？不止。我有说是强。10000块钱吧，不止哈。就是说下半年我要把那些新式弄了一下子。你要几十眼帘？要几十？就把我们这些得回去。我也是。我眼帘要一册哈。可以，很不错。你这些的马蜂多吧？马蜂六个蜂啊？多得很。马蜂多得很吗？你这箱有没有？就这里头，我找的是只要10万多，现在。那个10万。哦，不行了，哦，对，不管了，哎，他没得吃的有意思哈，啊，因为他那个虫子少在打架，对，你倒风哈，不要搞我哈，不要咬我啊，不要咬我哈，嘿，很不错。哦，你总共就是那上面的有些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等于十五腿哈。总共加起来只有十五腿。原来我养二十几桶啊。20几桶。狗子还没有大蜂，大扎进了。有马蜂搞哈。马蜂那就打药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对，可以。对，就是我狗子它吃了。你有那个，你好多年纪了？50几岁没得？60几。60几。反正在家里面也没得啥子事干的，就是养点蜂，喂点粮食。耶，一年还说挣了10万块呢？一年。一年挣了几号吧？30万不？不对。有5万块钱都可以了哈，很不错。哎呀，不错，你这些哦，这些样子全部是黑的、白的、花的都有。你这羊粪可以弄卖钱噻，羊粪。我这些羊，这些养的那个。哇，长那么大一个了。很厉害。这一小的是下半年的。哦，很厉害。你看看这个菌。哎，是喂的，哎，是。哎，对，它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两天。哎，是不是？这个羊子总共有好多个羊子？有50个好吧？有50个哈。可以。不，因为你们这个地方是靠马路边边哈，而且还有到处都是山了哈。我们要是2000轨线了嘛。对，2000轨道。来看看这里，
他们是忘了还那个放了很多羊，连这里的山上，山上这么多，这是那个国道，很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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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说是查他的关的吗？是哪里关的？安稳吗？安稳吗？嗯，九盘子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九盘子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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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走上面遵义，走同志沟去，我说去耍没得事的，我在这个地方看。你跟我说谁回去有风筝，我说我看哈。哎，现在要得不打扰你了，还是很不错。我一年对说，你有个五万块钱的话耍去。你谈个在农村啊，你哪里挣到这种钱是哈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跟我做了是吧？人情开往啊，这车对对对，基本上。哎，这个春节的话，做人物的钱够了噻。春节还要包多钱？都是跟着国庆节，每一年的国庆节。哦，每一年的国庆节。哎，国庆节。就是这几天，你看这到几个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个样子还是很不错。这个样子很不错。好，谢谢，不打扰你的时间了。哎，感谢哪个？感谢你。如果说那个时候要了，快找你好吧？对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。